来来来来，那我给你接，现在拿出来。这还能去啊？肉都在外边，这个肯定是好的。哎，你今天辛苦了，好的给你吃。哎，红烧肉。那啥呀，主要看你这啥货。哎呦我的妈！光顾着一件肉都没有。哎，吃饭，吃吃。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玉米面条。啊！又想用芥末套路我。你吃几次？那不吃。低脂肪玉米面条，现在下单拍一发十，再送一包。到手是一包，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剩最后一个几次嘞？你吃。芥末应该就在这最后一个几次上。那不是。不是吧，今天没放假。我说不吃就跟我不聊，一点都不了解我。
吃芥末？不吃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啥好的还扣嘞？鸡腿。你等下吃，玉米面条吃完你再吃，我给你不呛。行。我还以为你要吃我的鸡腿呢，还是放到我跟前比较保险。你等下吃。我知道，我先吃活肘子。你吃鸡腿，活肘子给我吃。好。低脂肪玉米面条，现在下单拍一发时再送一包。到手是一包，一包才2块多。人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那玉米面条吃完了，可以吃鸡腿了。可以，你慢慢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怎么是馒头的味道？闭嘴！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你怎么叫你都还吃饭来着？等你叫我就又上当了。我吃你的面条。这可咋整？芥末跑我这边来了。这煎饼还有肉呢，卷肉香呢。那不吃。脂肪玉米面条，现在下单拍一发时再送一包，到手是一包，只需要一包烟钱。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
什么情况？应该是他吃的这两个没事，芥末在剩下的肉里。炸鱼肉你自己给你卷吗？嗯，你卷吃也香。